每年6月的深圳国际创客周刚刚落下帷幕，7月16日，深圳湾创业广场又迎来了硅谷市长中国行专场交流会。深圳湾创业广场位于中国科技创业最密集的深圳科技园南区，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锐意打造，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创业生态，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创业服务机构。此次交流会上，30位代表齐聚深圳湾创业广场，一场影响世界的创客顶级峰会将从深圳湾起航。上午10点左右，各位硅谷市长如期而至，得到了现场人员的热烈欢迎。在活动人员的带领下，市长们参观了整个软件基地，并了解了软件园的详细情况。深圳湾的创业广场是在我们今年的6月18号正式开机。到目前为止呢，整合了国内国际的30家左右的专业孵化机构。随后，各位市长移步会场。会上，来自硅谷的各位市长分别介绍了各自城市的特点。But the heart of innovation in California is Silicon Valley. This morning, as we walked around the high tech zone and the inner park and the software industry base, I think we found the heart of innovation in California.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duplicate this effort in East Palo Alto. I'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I've really enjoyed my entire stay in China so far. We've been to many cities. I'm very impressed with Shenzhen. I love Shenzhen.会后，我们对初创资本的合伙人董总进行了采访。所有的创新是来源于人的改变，人的改变才能构成一切的核心。所以，深圳湾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创业大学。硅谷市长们对此次深圳行表示非常满意。至此，中国硅谷创新投资论坛活动圆满结束。